全部都变回史蒂夫，尽量走来走去，不要尾随人家。我看到史蒂夫杀了史蒂夫，那样很麻烦呢、啊。史蒂夫，对、嗯，大家都史蒂夫也不知道谁杀谁。对吼。哎、欸，米鲁米鲁米鲁，你看，不会啊，头上有名字嘛？你看，你看，我是伊瓜。什么？米鲁露出一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。我这里有这一天啦、啊，哈哈。哎、欸，我以为只有我会这样子而已。嗯，你好好笑、哦。米鲁米鲁，你看，你看，米鲁，你看，蹲着的伊瓜。为什么这个会中啊？为什么这个会中啊？到底是为什么？好啊，蹲着的伊瓜。有人还没有 get 到？我没有。可以不要一堆伊瓜在那边走来走去啊？我伊瓜，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为什么会拱？没关系，你不用听着拱，我听不到。所以我们要开场了吗？什么意思？好像了解一下是什么？对啊，什么异国？这是我跟博士的小秘密哦、欸。好好啊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排家族、哦、家族排挤哎、欸，排挤家族排挤、欸欸，不是都是就像你们单身啊。杏仁一族什么？对啊，不是杏仁家，杏仁家，安妮 family， 对啊，安妮 family， 大家不是都在偷偷说里面的吗？安妮 family， 安妮 family， 好老啊！安妮 family， 米鲁米鲁米鲁打哟。然后米鲁是教母，教母，他是教父，他是教母。安妮米鲁，好老，安妮米鲁米鲁米鲁打哟。不要。抱着一只猫，然后我们还要亲它的戒指，要过去亲它那个戒指中间的宝石，这样。对啊，每次都要亲一下。那感觉如果有肺炎一亲，要不全部都得肺炎了，好恐怖的。所以亲完之后，米鲁都会拿那个消毒的，所以大家都在亲消毒水啊，味道好恶心，好恶心啊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所以要搞清楚衣挂还是要开始。不用搞清楚，好丑！又是我哎、欸！哇，连当两次杀手，但是杀手真的还蛮难的。O2 先好了，这边先分配，这边有没有？有没有任务？好像没有哎、欸。先让灯消失好了。让灯消失比较那个，比较好去杀人，这样去修个灯好了。虽然是我用坏的，这个吧，龟龟，我干，死定了！我觉得泽平有问题。是的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怎麼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他不是电按下来，然后我去开灯，然后我都看到尸体，然后我再看到尸体，泽平从那边走。是我啦！你还有什么想要辩解的吗？是我。我刚一出来，我就直接说死定了。我第一次抓到，这就是转角。你知道大家会去修那个电梯，还敢在那边打？转角遇到爱吧！哎呦喂！转角，转角遇到爱，爸爸。等下，给我就说个遗言好不好？好。一光到底是什么？还想知道啊？你这个杀人犯！啊不！再见了，泽平。再见了，要被丢出外太空了。我已经投完。我要补充刚才一件事情，我在解任务的时候，他的任务一直出现零二零二，我从零二到底是什么？我发现是 O2 啦。零二零二零二。零二是什么？哦，对，新的代名词了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
我会好好亲戒指的啦。原来是违反教主。怎么会遇到秀康？我是修理电灯大师，我告诉你，天，而且你怎么就这样认罪了？你可以狡辩啊。没有啊，不可能啊。因为跟你讲，因为又没有其他人看到，无懈可击，他就从那里。忍着跟他对调了。哎，对耶，我应该跟他互咬啊。打架打到，我应该跟他互咬啊。也是可以互咬，但是真的修理电线杆的那个尸体，就想太明显了，太明显了，你有看到尸体吗？哎呦。好，他那个任务啊，你二就是按一下，他会切换，所以你可以就是换下一个任务，你可以换到你离你比较近的任务再接。哦，是啊，哦，他可以一直切换。哦，地点就会了解。对，这样比较好。我都直接单缺不看，然后直接去那个里面看有没有冒白烟呢、欸。我现在也差不多是这样，懒得看。比较快。来，下一张。哇，难得的杀手机会，直接遇到一个秀康 ，Oh my god， 我的天！看一下哦，这样就可以看到这间有没有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是 comedy 比较近哦，我了解了，所以你可以就是用这个方法，然后去看一下监控是，不知道他是有病是不是？他为什么突然一个这边变监控室，然后那边就那个啊？对啊，莫名其妙哎、欸，这样谁知道是哪里啊？哎、欸，大哥不是这样子哎、欸，有这边有一个，大哥不是这样子搞的吧？是什么浇水是不是？在干嘛？哎、欸，真的要铺水哎、欸，感觉很难用哎、欸，没有很简单哎、欸，我的天，铺水桶，有。好，接完了。然后秀康在那里，配件室嘞，这应该秀康解完了吧？所以李当认为秀康应该好的，哎，他刚刚解任务，乖乖解这样。有没有小香香啊？哎，这边有一个任务。哦，这是倒垃圾的，酷哎。666哦，然后那边有一个羽毛吧，然后这边，哎，哔哔哔哔哔哔，八天尸体，九号鬼魂到底跑哪里去了？八天尸体，大家都在船尾啊，想说，奇怪，大家都在船尾，怎么没看到鬼鬼？我看到。鬼鬼在跑步，所以应该我在那个什么，我在那个什么，你可以看到幽灵，可以看到幽灵跑步，对不对？对，会有那个地址效果。我看到尸体的地方是那个什么 C Nation 什么东西鬼的右下角最下右边的最中间最下面那个尖。因为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件事情，如果我们一直跟着鬼跑的话，是不是大家看那个人后面有地址，就知道他是鬼了？有可能。然后我要讲一下，就是我刚刚在 AD Admin 那边好像有看到羽毛。哦，对，所以我只有看到这个，然后秀康是往那个左半边那边走，从背电间往左边那边走。我在所以尸体在哪里？尸体在右边的中间最下面那个 admin 的最下面那个 communication 对 communication 那边通讯室对，所以应该死一阵子了啦。对，应该是死一阵子。你怎么知道死一阵子了？我猜的，因为我等一下，我先讲，因为前十几秒我看到博胜秀康米鲁在左半边，然后在 admin 看到你是不是在拖时间？对，还在拖时间，我要先投羽毛。我投 Steve， 我投 Steve， 羽毛，我先投羽毛了。讲个话也被丢，话太多了。乱杀人了，羽毛是真的啦！啊、哦，我的天，羽毛是真的，哎呦，乱杀人啊！我的天哦，最后一个任务在哪里啊？完了，做完任务了。
晕吧，好快的现在是不是不该再怀疑任何人？然后我觉得这只能怪你自己，因为你突然冒出那一句话，然后他觉得很可疑。对啊，没有啊，因为感觉死很久，你不能怪大家。没事没事，突然就。说死很久就为什么你会知道死？为什么你会知道？也没有那个可以看生命仪的、啊，你突然一句，哎、欸，我觉得他死很久了。我真是死很久了嘛？对啊，死蛮久的，因为我杀死之后就开始去为自己做屠宰场证明。你看，就是我太聪明了，好不好？蛮杀人哦，你是乱猜，你是有点猜，你们不懂啦，哦，有点猜到了啦，不懂啦，你赛道而已啦，不要说的一副好像你知道一样，你这样会不会连赛道都做不到啦？这样会不会大家之后都不敢讲话啦？一讲话马上被怀疑耶，不是这样，不是他那个不是因为讲话，是因为他突然天外飞来一笔说，我觉得好像死很久，但大家就小心说你在带风向啊。对啊，你这样不行啊！不是、啊，已经死很久啊！你们三个在一起，然后哲平又感觉哲平我不是坏人啊！谢谢，希望我每次当狼人的时候，你都这样认为、啊。那一场我知道哲平不是坏人，因为我刚好走过去那个什么，就是那个 Andrew 那边的时候，看到哲平变成史蒂夫。哦，又是你，你就偷偷看别人变史蒂夫，你变态哦！就刚好会看到嘛，那是我们最终形态呢。所以看到别人变成史蒂夫这一点，其实还是有一点不公平。对，对啊，不公平啊，那这不能讲。好吧，我们去脱衣服吧。